建造。OK， 还是床上有是旅社吗 ？OK， 推出这样。更新的蓝图或购买蓝图，也到底是开业的时候可以买很多的。哎，我建好了，找到了这走，看起来不会比图纸更差，但我们在这里，我有说。哦，太棒！你做得很好，比我做的还要好，这真让人难过。好了，快去好好使用它吧。建造一间卧室，将这间厂放进去。可以建房间是不是？使用工作台哦，还是需要工作台。咚咚咚！建造模子跳跃房间类似哦，这是度假村，所以可以给别人住的。最低需求的尺寸2×3哦。哦，所以它是。早餐是那个吧，度假村提供早餐那样，还不错啊，我觉得。开旅店，虽然现在很像监牢。你有办法建好那间卧室吗？又说那五块要各选这张床，你的鼓励好奇怪。好了，现在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人类总需要满足他们虚假的权威感，只要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瞧不起的人就行了。你看起来一定非常了解这点，所以我们要让他们感到受欢迎。前面放一张小桌，就告诉他们往哪里走，还有一份名单，用来记录上钩的鱼儿。就这些，非常直截了当。前台图纸，他刚才是在呛我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人，就是我这样。我要怎么做一个前台？是不是要去这里买？哦，这里吗？前台图纸建造，然后先放在这样子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你放我前台了吗？嗯，他在屋里的，看起来好棒。如果没见过做得更好的，我会说你很有天赋，汉克。学生快，没那么好，花很长时间，而且里面进入空无一物，他们喜欢吗？你肯定知道要怎么接受存在。哦，抱歉，谢谢，抱歉。这个下一角都要告诉我们准备好的地盘。这样就这么快？不用再打扫一下吗？你给我的印象就是，关于所有星期二笑都很吓人，原因是人们就在星期二这样认为他。问他哦，他还有什么？对啊，你根本像就是就算世界猛来，而且吃饱肚子那种家伙。谢谢你哦。公交站牌，一无所有啊。OK， 我的高档物品已经被用了很多。白银山谷确实有些既有趣又不幸的东西了，人类。它就是充满汗水，大部分身体部位都没有完好的生物，是这附近地区有一个有争议的话题。有些居民认为他们是神一般存在，用他们魔法和机器改变的世界，这是嬉皮跟酒鬼吧？主要是因为他们留下的食物还有其他动物喜欢的东西。其他居民则大发雷霆，说他们是不合格的末日使者。这是现代物品使用者。然后问海克什么，他觉得会有点太夸张，很确定是他妈常说的话。背包客，保持距离，就这么多。他妈妈常说保持距离，然后还要开店。现在开始给赚取就不敢念你人生收入了。通过前来来，因为 DJ 然后有才能，现在忘记念。OK。客人需求。舒适衣、装饰衣，哦，有嘞。接受，什么时候才有早餐？安排。有一个人类过来了，公子，你现在是迈向经济独立，像破产的你只有一步治疗，但你先行一步了，那也是意味着，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，
无论如何，你都一定要满足客人，因为他们往往会越来越挑剔。很遗憾，那是一个科技无法解决的问题。第一个客人看起来挺友善的。警告，警告。S 方面很欠缺，这只是声誉哇。也就是说，你物业状态不到最低标准，就是很丑。刚刚就跟我房间一样，或者是你更多有利可图，增加你的装饰界。OK， 小摆饰。声誉是装饰用的。无法负担，先买起来。总之，但是有人要来啊，我怎么没看到有人会？好吧，那我去附近搜一搜好了，应该总可以吧？这可以，有些东西可以装好。伐木工的工具，那现在应该可以随意玩。顺便看一下他们台词，然后打开今天觉得什么东西。还有什么台词？我也有好像看电影，那是玛丽的狗，我不知道，我看到一半睡着了。如果说你的一个是导火声音吗？总结上四点钟，我总会给上四点钟人推荐木质支架。树林里生活，但是我不用去找他妈妈吗？就是不用回去找妈妈。我试出方法好了。总要跟妈妈说一下吧。那是洗衣机嘛，下面。我这边不能过去，要到。懂了。一位地。有客人抵达了，我想要回去。看这些地方怎么难过去，我要从下面走啊。算了，先回去接客人。第一个客人可不想错过。那眼镜妹子看起来就很友善。吓死了！他为什么吓到了？他看到熊会吓死哦。但是我是你们的那个，这样好吗？声誉等级哦，我可以接受这么多客人。明天离开，那我就直接开赚钱了吗？先让他在这里待着就好。我们先去四处搜寻一下，我们可以捡东西。这边是不能过去的。这边是什么？那边有个人，不是有个人啊？看起来像浣熊。我们捡一下地板上的垃圾，该不会是什么回收屋吧？卢克，哇，大家伙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住这儿，你车从哪里来的？好了，提问到此为止。你在找什么呢？这听起来就是个问题啊。垃圾废品粪便，我在找一些人类喜欢的东西，能让他们感到尊贵的东西。这怎么念？废料碎石，不是我需要矜持的东西。OK， 他是垃圾馆长。透过有说服力升高，其实我可以用垃圾跟他买东西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喜欢翻垃圾的浣熊。我们不可以借头人买卖，否则到我手里头就该派去工地了。尽管我确实在街头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我卖你东西前，你要先证明自己。OK， 金枪鱼砂锅的味道，找点小吃给我们，帮他找到一份三明治，就可以开垃圾馆是吗？我手上先把这边收干净，毕竟都是材料啊。那又是什么生物？
哦，是人欸，他是蹲着是不是？奥利维，哦，你好啊，伙计，你可真好看啊！我以前没在我的大巴车周围见过你们呢。哎，我被拍照了。我觉得大家对你才是最陌生的，说叫声。哦，你看上去还挺友善的呢。我叫奥利维，我在这里经营大巴车，够明显的吧？哈，瞧瞧我这脑子，当然不明显了。谁都不会坐大巴车。你会坐大巴车吗？我以前坐过坏儿拖拉机的算吗？微弱的熊流。哦，他听不懂我讲话的声音的意思。干，这个我敲到麦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游戏世界观蛮可爱的。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。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，伙计？我一直想把这封信寄出去，可我不能离开我大巴。而是从那个很多年前这里就没有邮局了。你可能比我更了解这附近。奥利维感觉就是好人。Oliver 嘛，你可不可以去一下墓穴森林？我被你，哎，没问题，防火瞭望塔。哦，他是坐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是他的脚，他在下面修车。奥利维的，哎，他可以给我他的工具箱吗？应付不了公交生活，是没关系，我只要在这边捡捡垃圾。这是什么？我现在打不开这个。这东西现在拿不到的，可以捡东西都捡一捡吧。浓起来，好开心！只要能浓点白石湾，只要能浓，我都开心。我们去聊吧，送信是没有问题。OK， 就应该这边会越来越多人吧。然后他们那个。那光客明显就不知道我是老板，他看到我就吓烂了。但我只是一个手手会摇摆的熊熊而已，是没关系啦。就讲玩着资本主义的游戏是好事吗？我倒是有真的有点想要回家一趟。就这样直接离家好几天，然后突然开始开店也不太好。公交车站这边是这里哦，我以为他要，还是他是说就是大巴那边，就我刚才拿走的那个餐盒啊，八早一分三米，这我刚才已经拿到了，那等一下再回去，我先四处绕绕收集东西。这些东西是每天都会在，奇怪，木板是就这样，还是这边我们没收过？我要建高级旅社。这边是往哪里？泥沼吗？哎，灌木丛。嗨，飞哥。哦，这边是我之后可以开通道路的地方。我现在要回家，必须要绕路。就想说，不是要帮妈妈找到东西吗？找到也没有。有没有回来找妈妈？我们的家，我看你一定要钱快花光了哦。我小宝贝就知道昨天开来，但是就是我会再次觉得我是个有用家长的一天。我可以接近你现在的表现，下次更小心好吗？拿去吧，亲爱的。啊，他给我钱吗？啊，你不在乎我跟人类互动吗？他要给我钱。谢谢妈妈，妈你超赞，谢妈。我可以盖房子了，我刚才都还没仔细看过我们房间，
就啊，这个应该是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睡的。总之他们好像不需要床。哦，妈妈的床比较大。在我们家这边就拿不到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墓碑也不知道是谁的墓碑。好吧，我们先回去找图克吧。啊，妈妈这么晚在外面洗衣服，家里这么更顺，真的是。妈妈这边就是妈妈对于我们接触人类，我们都不用跟妈妈报告说妈妈人类他们已经来了啊。然后我还开了一个旅社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叫小手语早餐啊，我还是想要做点早，我以为我单纯做早餐就好了啊，没想到要做的事情这么多啊。不过也是啊，因为旅社供应早餐嘛啊。现在我的客人还怕我呢啊！图克在外面站，不是奥利弗在外面站着干嘛？找到食物了吗？找到了，在这儿。不新鲜的面包、松脆的奶酪和放了一周的芥末酱，我只能找到这些了。就像妈妈曾经做的那样。好吧，你这野蛮又迷人的家伙，我会让你买我特别挑选的剩饭菜，这里有甚至免费给你。但其他东西是有价的，我说不是那些发臭人类的东西。垃圾店 ，OK。贵，叫贵重哦，所谓的贵，括号贵重物品就是垃圾。但是对图克来说是贵重物品 ，No judgment。这些装饰。这个门店我想要，然后花瓶要不要？小号熊绘画，其实那卖到蛮多东西嘛。小号油灯、壁灯，是图纸还是那个啊？我也不知，总之就买来吧。丑陋的落地镜。就买一些东西，纸板盒是不知道干嘛的，床、碗柜橱，好了，就都买个买一个吧。那我怎么之前没在附近接过你？哦，我们以前总是在这里，在垃圾桶里寻宝。哦，是吗？没想到还是你还是个道上混的。不，不是那样。我的兄弟为了总是让我去，只是一些杂志和小册子，没有不合法的东西。放松，我的不良朋友，你没做坏事，我是不会告发你的。而且我好久都没在这见过新的人类了。自从那对火山哦，曾经有森林大火，是不是？自从那对在自然场大火后东奔西跑夫妇之后就没见过，所以可能是夫妇就是奥利弗跟安妮吗？我们曾经被禁止越过灌木丛篱笆，现在我们可以到处溜达，就像我们用这个地方一样。永远别跟别人说你办不到。不管怎么说，人类一窝蜂的涌回来的是吗？如果你能努力实现这件事，那你真是很牛。更别说在这期间，你还会惹到一些家伙。听着，我有大量的需求，所以我生意一直围绕着供应方面开展。如果没有人类，就没有再卖回去给他们的垃圾。特别是如果我没有看起来很贵气的东西，那他们的选择就更少了。他们的垃圾品质最高。我跟你说，既然你们为他修好了旧棚屋，那你也把资讯站修好怎么样？他们以前经常聚集在这里，就像晚上聚集在汉堡包装旁边一样。对，说的就是我，我就是晚上。OK， 我是打算掌握唱门厅演员。OK， 只要帮他修好资讯站。他还在。
我没有见女孩子，我只喜欢学徒。资讯站，平行六面体，怎么可能？哦，平行六面体就是一个正方形，是一个长方体吧？我已经清过了吧？OK。拼写，我要搜集东西就是。我也不知道那个，我甚至不知道那个谁在哪，贝尼在哪。不过我应该可以，我有零用钱，我应该就可以新增房间了。接待客人，卧室是5跟10，现在没有客人要入住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已经设到二级的一半了。OK， 0.5五百点，继续加油。哎，156块，其实蛮好赚的。但是他看到我还是会吓到，可惜。怎么有新的客人吗？我的舒适度5，我可以接受5的客人。然后。就可以再接收新的客人，这样应该就对齐啦。然后应该就可以再接待一个新的客人。我是55，设个2天的好了。看，有新的任务是不是？OK， 完成一位客人的住宿，行啊。在墓穴森林中找到一台旧电脑。这边还不能过去。勘察者的装备。在左边是不是？这是安妮吗？赛宾，你好啊！我们以前应该没见过，你怎么到这里来的？用我的脚，含混的求教声。我不会学求教声，要不然我可以帮他配一下。很好，遇到上来就是不错的主意。等等，你能听懂我说的话？我在这边是你的世界上，明白？哦，他看起来超。自傲的，我当然听得懂你说的话呢，哈。那我现在在说什么？真正的熊叫声，完全无法理解。我们想可以，你有机会练习一下。这真的让我太相信了，抱歉。好好，我跟你绕着玩，就善良大家伙在这里做什么？在找贝尼，我东西找给他。哦，那只是昵称，我就是贝尼。如果你是我妈，可以叫我赛宾。但我喜欢被人叫贝尼，已经没人再这么叫我了。这名字谁告诉你的？奥利维那开家霸权人，让我有一封信给你。哦，奥利，你真贴心，怪不得他信任你，让我看看那封信。真不敢相信他找到奥利，你就是黄鼠狼。他在哪？他告诉你了吗？他不是黄鼠狼。尽管我明白他们的类似之处，不，他在我们地图册的最后一页。我们很多年前就做好地图册，当时还没拿到驾照，我的帽子很小。把整个会的 OK。所以他们两个是夫妻吗？都不知道当时火势那么大，听着我赚大的人把东西带回去给他妈，我带到短片。罗盘，解锁区域地图的存在。OK， 啊，这是瞭望塔，酷欸！
哦，从前 OK， 感觉就可以解锁更多地方，我可以上去是不是啊？哇哦，酷欸！之前那个不是有一个瞭望员的那个游戏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。那时候就大家都很喜欢在模拟市民盖一些瞭望塔类的东西，因为很酷。跟所有的经营游戏一样，都会需要先都会需要解锁这些路径。毕竟森林大火之后，被弃掉了很多东西。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那个熊是，该不是刚从冬眠醒过来之类吧？所以他才说什么，以为你要再去冬眠一次那种感觉。不确定我的理解对不对？我还是觉得那张图的画风有点太，就是有点突兀。但是还行，因为奥利是好人，让他车画的精细一点完全没有关系。